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繼續開足球卡，系啦，我又開足球卡啦。事不宜遲，又嚟啦。都係開一包嘅啫，因為場地問題啊。系。時間無多，要快啲開啦。個場比較細，雖然係主場。我哋都想用翻之前嘅拍攝方法，但係有部分嘅原因令到我哋唔可以啊。我哋而家要同時間競賽。系啦，我哋嚟個快嘅開卡，利物浦嘅喎呢個前鋒。呢個收埋，好，第一張都唔錯啊 ，Super Boot 嘅。好啊，拜仁嘅八啊四 defense 中場 Super Boot squad update 都係中場啊，都係中場，繼續中場喎、啊。史蒂芬克零四啊，已經開咗三包中場、啊，三張都係 squad update 喎，冇咩其他特別卡喎、啊。我睇下會有兩張閃啦，不如。已經可以調轉去啦。Rising Stars， Rising Star， 巴黎聖日耳門嘅閃啊！頭先都睇一啲啦 ，Pass Master 又係抽人多有，有95%中人哋多有啊！係啦，好準咁樣中嘅。卻奧斯，棄權王，棄權王，82/80都係高數值嘅平均數啊！好，後邊又有一張閃卡喎。咩閃卡呢？沙拿，唉，唔講啦，唉，唔講啦，已經講咗好多次啦。好，我哋整合咗之後再繼續啦，整合再繼續。好，拜拜。好啦，整合好啦。Score update 咧得兩張嘅，兩個都係中場嚟嘅。兩個中場，一張分別是小黑零四嘅啦，另外一張就係里昂嘅。咁如果俾我揀，梗係我左邊斯奧德零四啦，因為佢數值比較高啲，係啦，高好多啦。身價都高啲啊，有8秒，13場入咗一球，都入到波。佢右邊嗰個直情波都入唔到，入咗四，踢咗四場冇入到波。希望佢未來有發展得更加好啦。好啦，我睇其他嘅卡。另外嘅卡就係 Rising Star 啦。Rising Star 就是巴黎聖日耳門的，他是後衛來的，後衛有76 defense 的，踢了5場沒有入到球，後衛很難入到球的，都不怪得他的，都不是有時頭槌 都可以死球戰術入到球，但你要見他的頭小一點都很難中到頭槌，線走了那個球，太小了那個頭，希望他的頭快點大一點啦，每天這樣長大。好，下一個。好啦，到 Super Boot 啦 ，Super Boot 係得一張嘅啫。係拜仁嘅，都係打中場。係啦，身價有9秒嘅。踢咗10場，但係一球都冇。係啦，防守有84，攻擊有71，四分二呢一份啊。好，我睇下第二啲卡啦。好似到閃卡咯喎。好啦，到閃卡啦。閃卡有兩張喎，我哋今次。又是這張、啊、算了，我們不要說了，看到都眼眶爆他的笑容太過邪惡了，我看第二張93的，另外一張閃卡是什麼呢？ MVP 他的頭頂了好了， Pass Master 卻奧斯都是光棍一條、啊、11秒82的防守，80的 attack， 95% 成功率 pass， 他的交球真的奇準、啊、不愧為 pass master， 但他踢了94場只入得8球球，看來他全部都是傳給敵隊的，不是射入他的籠裡，敵隊應該很多謝他，如果是這樣交得很準，只有 5% 他可以交給自己隊友，95% 交給敵隊的BB 都笑啊，真係。好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好，拜拜。